尼哥哥要来拆礼物了，他的好高哦，已经到他的腰的部分，快要到胸部了。有剪刀吗？他的是什么呢？哇，是什么？哇，加油！是爸爸妈妈。对啊，是滑板车吗？箱子上是滑板车，里面也是滑板车吗？林东义的礼物是滑板车，真的是滑板车吗？里面装的是滑板车，去上课了。亚米宝宝帮他打开，你要不要让他自己开啊？来，打开来。里面是全新的、最新版本的滑板车，耶！耶！好了，托尼哥哥，滑板车完成。托尼的滑板车，托尼的哥哥的滑板车，哎，哥哥你要去哪里？有没有开心？开心。有没有高兴？圣诞节快乐！好，亚米的礼物是一个闪亮亮的粉色，拆开来看是什么？哦，哎呀，我怎么看到有雪花掉出来了？空拍机，你已经看到了？哎，看到是空拍机耶！好，我帮你拆。因为这次的礼物大部分都是塑胶，所以帮忙剪开。雷利西的礼物是 mini O One 的空拍机，耶！有没有开心？谢谢。嗯，但是林廷玉的圣诞节礼物是什么呢？准备咯，安娜的，上面还有企鹅哎。准备要开了哦，好，自己抽，一、二、三，哦，竟然是木马音乐灯小鸡耶！我们来看看里面是什么。好，等一下下换。预备。哇，粉红色的耶！哇，亮了亮了！哇，旋转木马耶！而且它是充电型的哦，大家有没有觉得很可爱呢？小鸡的脚。如果说你只要在下面做旋转啊，大家安静。天空之城，答对了，有没有很开心？睡觉也可以这样子。好，我们接下来看下一个礼物，芝芝宝的。芝芝宝的礼物。安娜好开心哦，一直抱着她的鸡，又是音乐盒，又是小月灯呢。好，芝芝宝准备。芝芝宝的是什么？这是芝芝的礼物哎 ，Hello Kitty。喜欢吧？礼物是什么？我们家锦后的圣诞节礼物是超帅的摩卡战警机器人，可以遥控的哦。可以遥控，而且它会依照你的手势做移动，你只要挥手它就移动了。恭喜你，拿去玩。我最喜欢祖母祖母了，是妈妈喜欢的。祖母是妈妈喜欢，我想说在小小熊上面玩。航航一直看着他的玩具，喜欢吗？喜欢喜欢。这是 Yuki 的礼物哎，满满的，还有金宝贝，好多。我觉得这超赞的，对，里面还有好多玩具可以玩。接下来，国中生收到的神秘圣诞节礼物，这就是我们雅珍姐姐。接下来我们由雅珍姐姐来抽，看这是什么？一个，哎，好几个哎。哦，这是什么？娃娃？对的吗？还是娃娃？哦，这就是长毛吧。是什么？我喜欢那个。粉红色小仓鼠啦，它正在吃草。好可爱呀、啊！另外一个，它说的好可爱、哦。这个好开心哦！哎呀，腰圈被拔掉了。哇，好长的猫咪哦！可以
以睡一整天的，超适合的，这谁送的？最后一个大姐姐的。大姐姐的也是圣诞惊喜袋，满满的礼物。我们最大姐姐圣诞惊喜袋里面的礼物是，我自己拿。哦，好。这是什么？上衣，鲨鱼的，墨绿色的上衣，哇，这超多的。哦 ，T 恤。等一下，重点是还没结束哦，我们这里可能要拍很多。好，下一个是。哇，这是什么？笔记本，帅，木头的，全木头制的笔记本，超高级，这是画画的哦。这是内裤吗？哎，这不能，还是内衣。好，这个应该是皮夹，我们来打开来看看喽。医学最爱的东西出现了，随行，好缺的包包。小包包哎，前面还可以放手机。它这质感真皮的哦。下一个，全部一起拿。一个就行，这两个就行了。飞天小女警的。好笨哦！这是粉扑。气垫粉笔。两个都是气垫粉笔呢。好，接下来 Mega 美康完美遮瑕控油气垫粉笔。哦，有两个哦。讲的有点勉强，这字太小，这是什么？唇膏，对焦一下，唇膏，美妆布洛特，护唇膏3个。接下来我们要拿出3个颜色的超粉嫩少女心绝对爆发的唇膏，大家可以注意到上面还有小花呢，小花，哦，够美的。依照心情不同上不同的颜色，哎，这就是我们全部的圣诞节礼物。最后我们要说什么？圣诞快乐，谢谢大家，拜拜。小朋友都各自去玩自己的玩具了。安娜，你怎么一直抱着你的小鸡跑？喜欢吗？上面有颜色。哇，会变色耶。嗯，开心吗？好。